家好，我是娟子。今天小雷说带我去超市嘞，本来想带着小丸子去嘞，现在小丸子睡着了，俺爸爸搁床上看着他嘞。那咱俩去吧。走呗。9毛9一斤，油菜1.5元一斤，本店商品理货原五元，收银员三名，有意者请到店内详询。本店商品理货原五名，收银员三名，有意者请到店内详询。今日特价，特价5%，13块，2.99一斤，南瓜9毛9一斤，豆角1.99一斤，油菜1.5一斤，1.99一斤，黄瓜鱼9毛9一斤。快来选购吧，亲爱的顾客朋友大家好，本店商品店内详询，今日特价，特价5.6，13.5一斤，柿子1.88一斤，9块，1.5一斤，蔬菜2.5一斤，西橄榄1.99一斤，黄瓜鱼9毛9一斤，一个得吃好多天啊，1.88一斤，五万都坏了，苹果1.51一斤，又消，快来选购吧，亲爱的顾客朋友大家好，本店商品理货员五名，收银员三名，这个南瓜便宜，有记者请到店内详询。本店商品理货员五名，收银员三名，有记者请到店内详询。今日特价，特价5花肉，9毛9一斤，豆角1.99一斤，油菜1.5一斤，菜椒1.99一斤，香菜3.5一斤，火龙果2.99一斤，橘子1.99一斤，黄瓜鱼，有意者请到店内详询。本店招聘理货员五名，收银员三名，有意者请到店内详询。今日特价，特价5花肉13.51斤，柿子1.88一斤，韭菜1.51斤，生菜2.51斤，青橄榄9毛9一斤，葡萄2.99一斤，南瓜9毛9一斤，豆角1.99一斤，油菜1.51斤，菜椒1.99一斤，香菜3.51斤，火龙果2.99一斤，橘子1.99一斤。今日特价，五块六，1.99一斤，收银员三名，有意者请到店内详询。今日特价，13.5一斤，柿子1.88一斤，韭菜1.5一斤，生菜2.5一斤，青菜9毛9一斤，葡萄2.99一斤，南瓜9毛9一斤，豆角1.99一斤，油菜。现在我们买完了，买了这些水果，这个菜一共花了22块多。我们这边这个超市比较那个便宜，就来这里买了。